准备，开始。大张伟7.4环，季东杰3.4环。可以，哎，加油！好，刘富杰、王一博、庄子弹，准备，开始。王一博3.3环，刘富杰拖把，本轮天天兄弟队获得2分。两分，好嘞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季东杰、大张伟，准备。大张伟6.2环，季东杰拖把。下一轮，刘富杰、王一博装子弹。现在压力好大。着急了，王一博2.3环，哎，哇，你看看，刘富杰1.9环，对，出乎意料，本轮天天兄弟队获得2分，好，下一轮季东杰、大张伟。大张伟拖把，季东杰3.7环，反杀他们，反杀他们，加油！5.4。刘富杰2.3环，还有10秒钟。王一博8.6环，本轮天天兄弟队得2分，目前场上比分0-6。还挺好玩的，是他们枪有问题吗？你们的枪？你一定是不能是说你只看这2个环，这个后面环没看好不行，这3个环都得看好。然后就是不要过度瞄准，你差不多到那个点就激发，你去试试看。下一轮，大张伟8.5环，耶！季东杰拖把。刘富杰、王一博，王一博9.1环，哇！刘富杰拖把，本轮天天兄弟再得2分，下一轮开始。大张伟4.6环，季东杰拖把，刘富杰拖把。王一博9环，哇，我的天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九，本轮天天兄弟队得2分，耶！哇，恭喜天天兄弟获得本场比赛冠军。都湿透了，哇，这个汗。对，这真的好累。所以人家是奥运会比赛哦。
本届天天向上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射击赛的冠军队是天天兄弟队，大家欢迎。我们都是天天兄弟啊。对，冠军，冠军，冠军，是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您嘞啊！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这叫做奖牌，好吧？看一看啊！是的，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这个射击运动的魅力，加入这项运动中来。同时，也希望呢，我们的射击健儿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全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加油！向各位健儿们致敬，致敬，加油！加油加油